好，引发轩然大波，带你来看到这回呢，到了适婚年龄，该结婚还没有结，在台湾称为败犬，在大陆称为剩女。不过最近呢，在大陆这一群剩女竟然为自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，说呢要没钱的男生闪边去。家人没有床，假如你也没有房，赶紧靠边，别把路来挡。开头就唱出现在大陆女生的择偶条件，没车没房没钱的男生闪边站，或许就是开出的条件太高，在平均二十几岁就结婚的大陆社会，年纪超过三十就是高龄剩女了，也就是很难有人要了啦。但这群七年级的女生并不以为意，甚至以黄金剩女自豪。我也有车，我也有房，还有人民币在银行，我不是你的娘。歌曲一抛上网，马上引起男性网友大反弹，留言洋洋洒洒几百篇，有人说根本就是为了拜金心态辩解，更有人酸溜溜的说，要是男人有钱有房有车，当然娶小妹妹。那你作为一个女性的话，你也想找个男朋友又有钱又帅啦，是不是？喜欢他的约的条件不怎么好，经济条件不怎么好，不满意，但是想攀高枝又攀不上，那就久而久之就成剩女了。男女对立各有各的立场，不过即使都已经迈入高龄，剩女们也不愿降低标准，宁可不嫁也不要嫁得不好。如果你收获都没被小康，凭什么我和你